我最近没有怎么播啊，好呀，总还是遇到了哈。那咱俩来一局，老师。咱俩呀，要不要再拉俩人的？再来俩也行。不是，我看你的习惯啊，我都行。我是怕就咱俩，你不好意思打我。没事，我现在脸皮可厚了。那个，那随你啊，怎么都行，都行。老师你说了算，等下回听我的。这回先听你的，下回听我的。哇，那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，看小阿峰在不在啊？行，那我来，咱俩都看看啊。行，那我看看，你看看阿峰在不在？阿峰，小阿峰，搜一下。应该他这个点应该也在播。这是庄妮老师吗？是啊。就我的歌，好多的歌就在直播间唱的，这就是原唱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他没有播是吗？哎呦，好吉利，他没有开播。哦，那就咱俩就行，也行。 嗯，好奇力也行，你拉也行。啊，那好奇力看看他拉行不行啊？我也可以。还有谁？兄弟们呢？一会儿，我在舞台上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接过这个那个大号，没有怎么接过那个打那个啥，很少。兄弟们有条件的帮我支棱支棱就行啊，别太难看了就行啊，因为在舞台上大欢没播吧？嗯。 对，好奇力可能是不方便，还是没看见。那他应该是在唱歌，他有的时候唱歌他就不接，是吧？那就咱俩也行，好吧？那也行，就不耽误你了。给我来个手机啊，一会儿那不然我看不到。一个手机一个架子。嗯，大欢，我再看着没看着呢，那就再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他们显示不接受 PK， 应该就是在唱歌，在忙。嗯，那咱俩吧，好吧，来。 因为我这也是刚来到抖音时间不长，3个月的时间，我特别感谢菲儿唱了我的那么多的歌，而且唱的那么好。主要是真的是好啊，主要是真的是好。谢谢你，又客气了，咱以后不那么客气，老师啊。好的，以后那我就当熟人了啊。哎，也必须的嘛。等以后有机会可以来成都，我现在在成都。庄老师在哪里啊？我在北京。 那离着也不远，哎呦，我前两天刚去的北京。哦，找谁来玩了？没有，我去学习了。好的，下次来那个。行，下次来我一定找你老师啊。好，到时候咱们见面，因为咱也没见过，咱们一起那啥吃个饭啥的啊。好，我去。或者来成都，完了你叫我，我请你吃我们成都老好吃了这边的火锅。好的，那我就请你吃烤鸭啥的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爱吃我爱吃。那我们来个10分钟，正好开了，那我们一会儿见老师。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好的，好嘞。 哎，来吧，明天我去北京，云岩哥，明天你去北京干嘛？<笑>没有，他们可能在唱歌或者是不方便，没有接。谢谢我们的小样，老师实力是相当可以啊。这样吧，那给我来一首歌，先唱一首歌啊，正常程序走。家人们，如果有什么礼物呢？哎呀，我们把跑车过一过吧，怎么样，家人们？ 今夜风阵阵，今夜花纷飞，今夜梦梦，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，往日的密柔情。今夜的你，今夜不茫茫，今夜歌声声。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呀，吹个不停，想你想你呀想不停，爱的城。
酒，一杯又一杯，像是一场失去的旧梦。谢谢。感谢大家，谢我们的风雨哥，还有好听哥，还有烟火哥，谢凤凰天下哥，帮我感谢一下啊、哦！谢我们的天空哥安翔、安晨哥，谢谢，感谢军哥，谢谢我们的十里，加油！今夜风阵阵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蒙蒙，我不能忘记往日的秀颜，往日的迷柔情。我怎能抛去对你的思念，在默默心中奔涌。风呀呀啊，吹个不停，想你想你想不停。哇，爱的承诺一个又一个，早已默默地凋零。风呀呀啊，吹个不停，想你想你想不停。一杯又一杯，像是一场失去的旧梦。爱的苦酒，一杯又一杯，像是一场失去的旧梦。谢谢各位大哥，啊，谁给我送了宇宙这些幸福分享者哥吗？哇，好看啊！谢谢我们铁哥的胡子，感谢我爱佩哥，谢我平常新哥，谢谢我们的军哥、江南哥，谢谢。家人们破费了，老师的实力是。非常有的哈，不管是从什么呢，不管是从唱歌还是直播间，都非常的优秀。家人们跟优秀的人打，一定要加油努力哦。来帮我弄一下，看不见下边了，礼物栏那块。谢谢我们的康康送来的保时捷，如果说还没有送出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们干嘛，我们可以来一辆保时捷吗？谢谢我们的康哥送来的保时捷，谢谢。如果说有棒棒糖的，每人来一个棒棒糖，我们占一下助力的人数，好不好？一把能不能把心愿单打满了？差不多吧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还有四十台保时捷。如果说还没有送出保，谢谢我们千里哥的保时捷，没有送出一台保时捷的，我们可以把保时捷往出送一送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周日富的哥，谢我们的天尊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每一个棒棒糖。谢谢我们的大鱼，大鱼你还送人机票呢？我不送了，有小心心我们就送个小心心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的棒棒糖，一个一个的，每一张都很重要。谢谢我们的千欣哦，谢谢千欣，谢谢我们的四八二三哥，谢谢我们的千里哥，我们的回响稍稍拉一点点。啊，哪块投不过去？他那个画面投不过去啥意思？看不着怎么了？啊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能看见手机。你给我整糊涂了，没事，我看手机呢。谢谢，感谢哇！谢谢人生如梦如幻哥送来的保时捷，也谢谢我们的麻烦哥送来的保时捷。哎呀，我姐你破费了，感谢我姐送来的抖音一号。还有3分40秒，再唱干就得了，不好吧？你看，那能不能整事儿呢？一天，谢谢风的忧伤哥，谢谢林雨菲菲，64台了，还差，我往回想拉小一点，太大了。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一个棒棒糖，如果说棒棒糖没有送出来，我们来一个棒棒糖占一下助力榜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天空哥的保时捷，还有65台，还差35台。这样来，音乐先暂停一下啊，来我倒数5个数，如果有跑车的我们集体来一波，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35台，每人一台，咱也别多破费，如果有条件我们就来一台啊，能出2台我们就出2台，我倒数5个数，看看齐刷刷能不能破了这100台。35台一共啊，5 4 3 2 1，每人一个保时捷，谢我们的风的忧伤哥，谢谢我们的天空哥，小心心念不要停，感谢军哥，谢谢我们的娱乐前面，感谢我们的唐学的小企鹅，谢谢我们的阿康哥，谢谢谢谢阿康哥，谢谢我康哥，哎呀两个卡，72台，还差28台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哇！
么帅的走来了。欢迎家人们回家啊、哦！谢谢我们的花心，先生，感谢几位大哥，谢谢兄弟们。啊，开麦吧，看看能开麦啊、嗯？太帅了吧！哎呀，啊，没有声音吗？没有开麦吧？啊？开不开麦吗？又卡住了吗？我重新连一下哈，家人们，我重新连一下，我这块打不开，卡住了，可能我没开麦，我知道我这边没开，我重新连一下老师啊。对面能听到我，中间老师能听到我说话是吗？我重新连一下啊，我知道，我这边的事儿，我重新连一下，嗯。你断开试试呢？对方可以听到哦，没事，我再连回去啊。嗯，卡住了，可能我再连上回去吧。啊，刺激，嗯，真的好刺激，我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啊、哎，啊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能听见声，看不到人了。哇哦！你能看到我吗？我能看到你。兄弟们能看见吗？咋搞的？我这边是卡住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好事多磨，故意给我们塑造一点神秘感。啊、来了来了，看到了啊，能看到了哈，能看到了。好，那个这冠军说话。哎呀，就显示那么一小奶奶，让着我。没有，但是那个叫啥来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冠军。来，你吩咐。那我指定是要听歌啊。啊，好的。兄弟们，来，不用客气，啊、点首歌。啊，点首歌。来，看到没问题。啊，我看看兄弟们想听啥歌。啊，哎呀，有点激动啊，这样原唱、啊、旁边唱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啊。哇哦，人
都说了也那个菲儿是大主播，没那么多的歌，就是个小妹妹呀。为啥？对，他们想、这个、他们想听什么？为什么想听为什么后？后来的我们不够好。哇哦！哎呀妈，这不，那你只能整一个，你这咣咣咣全一堆。我整一个，但是我听说，但是我听说你会唱后来的我们啊。我会一点，那留给我唱也行，那一会留给你，留给你啊！来来来，那我就先来为什么吧。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飞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人唱两段？你时间怎么样？我时间 OK， 没问题。好的哈，来，我这逮着你了，我轻易不能让你走。那就是咱一唱两个半段的歌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看你时间怎么样，你觉得怎么合适？我都行。那就唱完吧。行，好，来，来，为什么啊？来送给两个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很开心能跟菲儿在一起。家人们，我们给菲儿点点关注啊！对，一路长虹，一路长虹。兄弟们，送一关注符啊！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？好动心的又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？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，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？幸福总是嬉皮笑脸地躲着我，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？你如此的冷漠，爱你的人啊看不懂你的心啊，明知道这个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。谢谢。对，家人们，我们的小伙点点关注啊。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？繁华落尽只看到两个字，伤心。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？幸福总是嬉皮笑脸地躲着我，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？你如此的冷漠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懂你的心啊？明知道这个结果我还要退个扑火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？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，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？明知道这个结果我还要飞
个扑火，还要翻个扑火。哇！谢谢。行，那我来一段后来的我们、啊、这个歌有点高啊，可能会有点翻车啊。对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我站起来唱啊，我站起来唱。敢唱这首歌已经非常牛了。但是这首歌真不好唱啊，真的不好唱啊。来，啊 ，DJ 版的，来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也去对面送送祝福，好不好？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相互点点关注哈。给我们专辑老师没有点关注的兄弟姐妹们点点关注。哎，谢谢。嘿呀，这气场全开啊！来了，一首歌送给两个直播间的每位兄弟姐妹们，后来的我们，原唱好听，谢谢。我们走到这步，哪有该不该？各自的明天需要长安排，心一旦变了，爱就剩下无奈。像一个花不生。
什么歌？这个歌的名字叫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庄妮老师的歌。哎呀，真棒啊，真好听。那个我第一次听人家唱这个 DJ 版的，哇，瞬间气场全开，炸了。哎，其实这个歌，这个歌我也练了好久，不太好唱啊。不太好唱，这家的不、啊、这唱出来的那都不是一般人的，真是唱的不一般呢，这是。一会儿夸飘了，夸奖了，夸奖了，低调低调低调。是的，真棒真棒。那个我说接下来我本来我那你的歌我这DJ版我没那啥呀，我现在接下来我想说你的思念成沙是我唱的还是留给你唱的？要不你唱我的我还唱你的老师。那也行啊，那我就不是那个我唱正常版的了啊。那个家人们好，千万不要说还是原唱唱的好啊。一会儿我也唱专家老师的正常的。好的好的，来，嗯，好，我们这有没有底噪？没有，没有哈。好的，来吧，亲爱的家人们啊，我只是想向大家显摆一下，我也是很喜欢菲尔的，所以他的这首歌我也经常唱，送给大家。如何才能放得下，怪我太痴傻，原来思念是这么的可怕。一声再抵达，我一哭到沙哑，爱过恨过的路就像个笑话。曾是如此的苦辣，风冷冷的刮，思念的在喧哗，伤过痛过的我还是放不下。一生爱的花被放逐到天涯，碎碎的凋零成一片风沙。好听吗？哎，这位是原唱，家人们给点点关注。对，谢谢蓝天，谢谢大家。原来思念是这么的可怕，一声再抵达，我一哭到沙哑，爱过恨过的我就像个笑话。曾向往的梦被你狠心抛下，结的果曾是如此苦辣，风狠狠地刮，思念的在喧哗，伤过痛过的我还是放不下。一盛开的花被放逐到天涯，随岁月凋零成一片风沙。余生再抵达，我一哭到沙哑，爱过恨过的我就像个笑话。曾向往的梦被你狠心抛下，结的果曾是如此的苦辣。伤过痛过
是放不下。一盛开的花会放逐到天涯，随岁月凋零成一片风沙，随岁月凋零成一片风沙。这原来听着味道真的是不一样，唱出了另一种的味道，好扎心啊、哦！那个、谢飞哥、那个，谢谢陈默哥。原来这种感觉在原唱面前怎么地都还是有点压力的。那这么说我都不敢唱了。没有没有，你怎么唱都好听。嗯，那我来一个不够狠吧，好久没唱这首歌了，我来一首不够狠。嗯，好的。啊，接下来啊，我一直都说。只有高端的欣赏水平品味的才能去唱这首歌。夸飘了夸飘了老师。来好要正常的啊。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不够狠，送给大家原唱张妮老师。没有点关注的张妮老师点点关注，上方关注没有点 的伙伴们点一点我们上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给菲亚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还想听为爱付出啊，我的天哪，太多了啊，听不出来了。为何总是一个人守着你留下的伤痕，熟悉的祈祷有两个陌生人，谁还记得当初的真，如今还是一个人，是留恋昨夜的清晨，总是不愿失去被你伤的心和我脸上的泪痕，是不是我的心不够狠，我总是骗自己没缘分，是不是你也一样痛苦万分啊，是不是心再也没有疑问，是不是我的心不够狠，还是我注定就是一个人，是不是你的梦里都是从前啊，是不是你也会把我想念。好听啊，有腔调，好听。为何总是一个人守着你留下的伤痕，熟悉的街道有两个陌生人，谁还记得当初的真，如今还是一个人，是留恋昨夜的清晨，总是不愿失去被你伤的心和我脸上的泪痕，是不是我的心不够狠，我总是骗自己没缘分，是不是你也一样痛苦万分啊，是不是就是
想念。哇哦，太棒了太棒了。看到最经典的一句话都是成功它是有原因的。其实我觉得我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太多了，有很多的歌真的我也是在学习你的唱法，学习这个情感的方面，真的让我学习了很多。我也在向你学习，学习了很多。就是我觉得就是唱优秀，这个唱优秀人的歌自己都变得优秀了。哎呦啊，这个属实呢，我的歌吧一般都不好唱，除非真的是不一般的人他就才敢去唱。最关键的刚才说哇比原唱唱的好。没有谁这么说啊，谁这么说不分啊。的确很非常棒。我只是学到了这个两三成的功力啊。没有你有你的这个优点和特色，然后还有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优点。对，声音甜美。亲和力都各方面都非常好。就是可能直播的年头多了一些。哎呀真好。因为我并不是啥专业的那个唱嘛，就是每个唱的东西唱完自己嗓子哑，就没有专业学过还是不行的。那一阵儿唱的。你看在这个直播当中吧，属于菲尔也是属于天花板了。好不容易玩就很轻松的玩首原唱嘛，瞬间就火了。没有。哎呀老师你这么夸我都惭愧了。老师是因为老师就像我说的，就是因为你本人就很优秀，歌出的也非常优秀，所以说翻唱的也不敢翻唱的太次，所以说优秀嘛就跟着优秀嘛。哎呀呀呀，真好真好。那个亲爱的家人们，我属实也不敢耽误那个菲儿太多的时间。没关系，没事儿那行。我等你有时间咱们一起玩个两人局四人局啥的啊。我只要是你我随时有时间。要别人的话在舞台我真的很少接的。我一看你是你，我说必须接。哇今天是我们找的他呀。哎呀嘿。这个简直了。好的哎呦谢谢。好的那不耽误你了啊。今天非常真的开心啊，谢谢。哎我也很开心很开心啊。好的好，家人们一定要相互点点关注啊。谢谢家人们把我们的庄金老师的关注也点上一点。那我们就撤吧。好的。你要是一个人的，你要有时候一个人唱累了，你随时来找我，咱俩相互唱。哎呀，那感情好啊，老师。好的，常玩常玩啊，一路长虹。一路长虹，越来越好，老师。哎，越来越好啊！再见啊，拜拜。好的，也谢谢菲尔家的所有的家人们啊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飞飘了没有？还好啦，没有的啦，真是的。一句话能不能商量，就差那么一丢丢了，我有没有丢人啊？没有丢人的话先单补上。就这么一个心愿了，圆满下播。给我来首歌。头发飘了吗？我是没有飘啊。我要唱天际是吗？那我就来个天际最后一首歌。好，但是确实庄金老师真的他的歌不好唱，人他这个歌，这个人真的很优秀，歌也非常的优秀。脸这么大吗？脸皮得厚点，要不然吃不饱。不知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，在那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，在这个错误的世界失去你。我其实有很多话要对你讲，但原谅我不能说得太明白。
在无尽的夜空看星星，猜猜哪一个是你，猜到了你要对我眨眼睛、哦、想要把你拥入怀里，你却变成流星，消失在这浪漫的天际。黑锅哥，谢谢黑锅哥送来的黑金抖音一号。今天的直播呢，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别上哭了啊，不会呀、啊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8点，我们晚上还会不见不散的。哦，就差一个华子了嘛，虽然有一点点不圆满，但已经非常棒了。啊，抖音一号已经完成了，车也完成了，都超额，前面的两个都超额完成任务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8点。不见不散喽！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的飞行者哥，谢谢黑锅大哥，还有我们的 MBH 无名哥，谢谢我们清新姐姐风云哥，还有凤凰天下哥，以及我们的军哥，还有最爱哥，还有我们的才先生，以及我们的烟火，还有二傻花心，以及非没有感谢到的每一位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新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点赞，也更感谢我们所有兄弟们从8点一直守候在这里，一直守候在飞儿，谢谢。飞这就休息了，再见了家人们。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，相信爱的征途
就是星辰大海。